察你很久了，你在等什么呢？我在等某人出现。别等了，是你的始终是你的，不是你的怎么等都没结果。可是我还是想起他拉我的样子。你看我行吗？欠费停机，去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啊！现在可以领话费券，而且充值秒到账，方便又实惠。怎么领啊？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能随机领1到4元话费券。电信、移动、联通都能用，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，补贴力度更大哦。这日常可是没有的哦，官方补贴，每人限领一次，赶紧去充哦。那么好，等等我去充，请上车。这什么品种啊？歇一会儿。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歇一会什么意思吗？回家去。你该补一补了。